安德角酸，没有错，我们又打到无限征服赛的第五场。Ooh boy sandwich， 邪恶伦敦。邪恶伦敦 ，OK。气派安格，我是天启。我好像蛮想掏两张牌出来，顺便看一下他牌组里面有什么牌。也有沙堡。沙堡应该是他唯一的降费，所以我们不用打这张了。我不能把我沙堡关掉。我有点想等一下把邪恶伦敦关掉，所以 OK。我可以最后一轮把邪恶伦敦关掉。那只超大，我已重生。还有四张牌，那这样最后一轮要打什么？可以跟他玩吗？或许可以。这也会不见，移走，哇哇，跟我想象不大一样，跟我想象有点不大一样。OK， 他会移到另外一边，我是会赢，还是不会？要移到另外一边，然后弃牌再反过来。有点难。哇哦，超难打哎、欸！No， 有一些牌比这个大。他有可能有牌比这个大，我怎么打两张啊？不打这张啊，要打一个二加三之类的，或是二加二。Oh no！ 哦，那张处理得了，可以把这张干掉，很好。OK， 我们有二加二的 play。OK。怎样？等一下，他有那个大剑，对不对？要大剑。对手 snap。他打错了，他打错了，这持续。
GG。他可以把乙肺打在这，然后把那个这个大憨儿种在这。嗯，不过我想可能也是五十五十啊。嗯，这样讲的话，因为我也可以打切尔蒙格把他左边射烂，可这样平手比战力他应该会赢。他到底在干嘛？这个打他也可以当那个功能牌来用，因为可以把德古拉的变得更不稳定。OK， 海斯拉胡，两个都出，我就把它射烂喽。我先手，我没有另外一张三费啊。哦，有，在这。德古拉，他把六二十就弃掉了。OK， 我会上弃你，没有问题。这什么东西？他到底在干嘛？现在他抽牌让德古拉变更不稳。OK， GG。 用力！我们牌组里面故意设计成没有办法被上气，然后也没有办法被切尔蒙格。三麦 boy， 深红，哦，对啊。这样这个要怎么射？好像一定得射，是不是？射有点难受哦，因为这样他气牌太强。OK， 剩下两只位置有一张是那个。好，我们来分析一下他最强的是什么。他最强是 Ghost Rider 加一张吧。 Ghost Rider 会把我这张拉走。哦， GG。 获得无限狗狗头像。OK。 其实我一开始想要 showcase 的牌组就是这一副啦，就是一个全 counter 的牌组，不过那时候打到第五场被打下来。嗯，赞。